好，结果没用到就砍的会有什么问题呢？来看一下，没用到，没用到就砍吧，重新建制。重新建制，他说 dictionary 点 format， 我这个是英文版，你们的是中文版哈、哦。那你们的会是中文进行，我的是英文进行。他说 dictionary 点 format 呢，不包含 formload。你把它点下去，你会发现啊，跑到 designer 这边了。我不是跟各位说这边不要改吗？但是如果你有这种情况，你自己把那个函数给改，那你就得改这边。没办法，因为他帮你产生了，你又不要，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，所以你得把这一行也改。好，再重新做一遍。好，这样就有。好，所以如果你有砍函数，而且是它自动产生出来的函数，那请注意，当它错误讯息的时候，按一下跳到那边，把那一行给砍。